安安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明志，这是我最新发行的专辑《亚洲通话》。哇，欢迎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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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来到现场，想问一下发行新专辑的心情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最近跑宣传很累，当然前阵子都在制作专辑。哦，喉咙有点沙哑，你有听到我这声音？哎，我认为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来有采访吗？不是吗？我已经在采访了，所以你是？你是在？这我很像你耶，你很像我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很像你，你也很像他哎，还跟我哪一样？对对，真的粉丝嘛，粉丝。那你好，他说我是你粉丝哎，真的。到底谁是谁？好吧，我们现在来比定一下，到底谁是真假黄明志，因为我也看不出来。来啊，来，OK， 谁是真假黄明志 ？OK。好，两位看起来都非常有信心哦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赢比较好嘞，因为他赢了，他可以帮我跑宣传，我就不用去那么多。在 YouTube 破一亿观看次数是哪首歌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向北方。今天1.6亿，我看一下，1.6亿都答出来了。已经发行的亚洲系列专辑名字。三、二、一。亚洲通气，亚洲通的不是通车，通车，亚洲通车，亚洲通沙，亚洲通话，亚洲通吃吃。亚洲通碟通气通话通沙通车通吃，发太多张了，发太多张了，六个，本人都快记不起来，到底谁是本人？对，他是，我很像他了。2016年，带领哪两位马来西亚网络红人进军台湾演艺圈？三、二、一，何念慈四叶草。第一眼你会看异性哪个部位？三、二、一，胸部啊！真的黄明志都看胸部，真的吗？对，原来是这样的。真的黄明志，这样他让他讲的算了。说到女生，你第一个想到谁？三、二、一，小 Kira， 他讲的是那个 Facebook 上面有的东西。对，Facebook， 所以到底谁是真的假的？哎，明治花旗肉也是，也是，我们青春的回忆，青春的回忆，小儿时的偶像，对，好，你们两个一起，好，再来，我跟你讲，厉害了，这个就可以分辨出到底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我要来考你们歌唱考验，第一首我想考你们泰国情歌，然后先请左边的黄明志来先帮我们唱个开头的两句，左边是我，对，没错，左边。Right， 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大马的不改。她表演得很不错。你是不是有点紧张了？但她少一点，少一点，是不是？好。Right， 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大马的不改。少不错，她头有这样，对对，少一个感觉，对对对。看你接下来帮我跑通告就可以了。你赚钱记得那个就是对钱要进给我，对。请你们带来演唱飙高音的最后一段，我想先请在冒汗的粉红色帽子那一位明志来先唱看看。因为我先这个就看你能不能帮我去赚钱了。我最近跑通告就是声音有点沙哑。没有，通常没有这种借口的。我现在我要飙飙高，没有要 key 要上一点，现在。我要，现在我要，现在我要飙高音，只能说钱难赚，分量太多，心切了。我听了快便秘了。钱难赚，钱难赚，钱难赚，钱难。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打雷下雨，再来个转音，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飙到脱干我也愿意，因为你我飙高音，就连香港阿七都为我叹息，就连骂过小西都对我 say sorry， 观众都在哭泣，我飙高音，我飙更高高高高高音！我跑了一天的通告，竟然被发
发现，直接被发现，这样不行了，这样。现在就来评断到底谁是真的假的。好 ，OK OK。三二一，就直接打向那一个我们觉得是假的黄明志，好不好？受不了这种人，真的是。好，三。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啊，有点紧张。好紧张。两位，请闭眼。啊，为什么戴墨镜啊？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三二一。啊。没有打我，他自己知道是要被揍了，啊，非常可惜，非常可惜，找不到替身。那下次又要跑通告的话，如果真的太累，就没有，如果没有唱飙高音会找你。OK OK OK， 好，谢谢。啊，大明星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真的黄平志 ，Hello。这是新专辑呢，就是延续我之前的亚洲系列，里面的内容就是跟。有跟不同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乐手啊，或者歌手，或者是一些概念、一些主题，或者是甚至 MV 的演员，都有跟不同地方的人合作，这样子有不同的元素在里面。我还蛮想跟郑秀文小姐合作。哦，郑秀文，因为她是那个电音舞曲的那个，对。还有其实谢金燕小姐也不错，所以他们都是电音啊。因为我的歌很多都是那些比较 party 可以玩，所以想找他们合作。那会唱他们的歌吗？当然会。哦，当然会吗？对对，那可以像即兴来一两句吗？谢金燕或是郑秀文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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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都会就到处上节目，这样到处跑这样，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直播，然后大家可以到我的脸书去关注一下。